话说你们有竹大帝过吗？竹大帝里面什么？以前有啊，现在好像从一米开始就没有出过了。要不要来处一下？我带你。好啊，你们要出封单的吗？嗯，封单的我还不知道，因为其实我是在3.0前我有出地，有一阵子是每天出。对，就走那种什么600减600加的那种基因路线。对，然后到那你现在出是、嗯、没有出了？没有，你现在出是为了摩拉吗？以前除就可能是、就是好玩吧，就除一除，因为也算是玩游戏。因为除大帝是真的可以用你的老婆老公在那边玩角色嘛，玩你的老婆在大世界嘛。那我们来除一个路线的话，来渊下宫啊，渊下宫他的美术设计我还蛮喜欢的。我一开始我一开始去封渊下宫的时候，我哎真的是有吓一跳，哇，就那个门打开啊，然后那个光啊照射下来、啊、我就觉得哇，尤其是音乐我印象非常深刻啊。果然每个人的喜好不同。那对，刚刚石头不才说他讨厌这种暗暗的，你会不会？我现在觉得下宫那个时期还没有亮度调整、啊，现在好很多了啦，就是有那个成员剧院开亮度之后，我可以老实说，我上一次来元下宫不知道是2.2几版本，好像很久没有来了。但是我看完一次就不会再想来第二次了。我也是，接着是往这里走，为什么这里会很暗吗？压抑是就是以前是还蛮暗的啦。嗯，我带一个奶酪。因为主要是我看太黑的东西，我自己过去，好像可能是有夜盲之类的。好吧，就心疼吧。我就三个人，一人一炮就结束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来玩这个三轮，然后那个。这样他有多个炮弹哦，有哎、欸，好像。有没有想问去见人哪里啊？其实还挺好玩的。哦，有啊，我在影片里面有，但你上了。要捡东西吗？看你啊。999就没办法了，9999就没办法了。我是说捡你的那个，你要捡就捡啊，这地方珊瑚珍珠，来啊捡啊，因为这地方我平常也不会来啊。我上次来院下宫已经是我说的那个 2.0 版本的，就虚拟后我也没有再下来过。果然是吗？而且说那我养比较舒服一点，他那个捷径可以走，就比较舒服，直接跑上。确实啊，你直接附魔。他如果大招痛点太大，就可以走。他大招没那么痛，但主要是机制上的补偿，就是他会给你烈金丹片，还有随身会跟随，而不像是神里鳞人跟甘雨那样爬到随机这样哈。对，就神里跟甘雨，他就是一个。就定点了、啊。队友大招可以叠弹药吗？可以吗？不知道，有点眼花了。好，我们再加去这边。不可能吧？等下我六颗，你射一下就零了。我身上的那个弹药没了。好不合理哦！还是我开大弹药，你们看看。果然是吗？你们看看有没有增加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一级还是几级？应该是只限于召，就是这种是一级的呀，像召唤物那种的，特别设定。也是，我们传下一个点位。锚点瞬移。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，觉得哇，还挺漂亮，有点像是某个3A大作的封面，游戏封面的那种感觉。啊，就这一块啦，这一块确实很对，有点像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一开始这块是我最喜欢这些，真的是我最喜欢这张地图的唯一一个地方，因为太亮了。其实我也差不多，其他地方就不用了。
太亮了，看不到你们在哪里，要走哪里？好，再传点，传送，传送。然后往东南方向。没有机器人。ソーランド行こい。打ち続けて。うんうん、いい感じ。其实我还蛮缺遗迹的材料的。你遗迹有多少？啊？你有多少？就这个混沌装置跟回路很少。你要不要讲一下分享的数字？我看看啊，我自己、在哪里看了？按 B， 然后第三个。我今天有些武器我都因为这个没升满。紫色的那个炉心我才两颗。哇，我有五颗。蓝色的回路27。诶、欸、那可以顺便啊。我是。那你比我多、欸。最低的装置34。没了，超惨。我是5000多个。那最低的5000。5000。我记得好像武器好像都要用这个是吧，大部分武器。不然为什么我会这么傻。你们都没除地嘛，我可以来一起除个地啊，就东西。哦，我都没有印象哎，他带我走下去了。除地的话，那好，除地的话，你一个月你没有除的玩家多300万到600万的没有。300万到600万。我以前坚持好像2个星期就有。然后我们要爬上东南方向这个地方，爬上去。我通常缺这个就去打那个 F4 F4，然后还有那个。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很多那个遗迹，有啊，那不是一条路。早期除地圈也有，啊对，璃月那一边，后来被啊，对，没有孤云阁那个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忘了在哪。好，我们也是璃月的，我们传过来，传过来后、那個、哦，邻居关往西方向传过来，往西方向那个遗迹守卫不用管，那个遗迹守卫不用管，往西方向。对，那个眼前遗迹守卫不用屌了。可是他射我了，哦，不是射我，射你。不用屌了。继续往西方向走。材料没有办法用钱吗？没有用星辉还好啊。对，星闪的星辉啊，星比较贵的那个。对，星辉的话那太好了，星辉的可以换抽卡。那个很痛。哇，好亮哦！欸，在哪里？哦，下来。你觉得开了大过光看不到？大真的太亮了，特效超多。我觉得他讲这一句正面偷袭，超可爱的。正面突袭，没有逻辑的一句话，但很好笑。正面突袭，哦，你们两个都用中配吗？偶尔都会切啊。哦，这次日配的纳维亚真的是超可爱的，可以推荐你们试试看，可以稍微听听看。要么偏可爱的语音哈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它超级可爱的，它会一直压迫啊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你可以切切看。语音要下载。在前面你听。
有雷顿炸一个130,000也太可怜了。我主要后来中台也是因为那个，我不想要跟新铁，就是新铁跟原作的 CU 有声优一样，我不想声音听起来差不多，就算他好变，但他声音就是那个 feel 会出戏，会出戏。我懂了。他没有那个。打哪一下不见了？超是谁啊？阿姨过来。ご助力をどうぞ。往南方向。南那边是南，等一下，东南，啊，右下角，是分不清，下角，四点钟方向，东西怎么分不清？四点钟方向，我用电子钟怎么办？右下角，你右下角应该，对。我真的老分不清左右啊，上下是可以啊，然后东南西北也有点乱。哇，那你太辛苦了吧？B 站他们的攻略组都直接讲东南西北，我就试着学。我真的超级路痴。然后过来这边，你看刚好就收回这个伏笔，这个。他表示感激，你让他多活了5分钟。对，然后再继续往下，再。四点钟方向往下掉，我路线是连贯的。这龙西会不会怀疑人生？突然间三个人下来给他一个炮，我觉得他应该很荣幸吧，就被三个美少女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在传到那个传毛侠剑之间的锚点，对，怀疑龙身，嗯。对，要引他过来，引他，对，因为那边也有一个火法师，要引到那个密室打两次，通常是带一个弓箭手会比较好引啊，可以两个同时收掉，只是炮炸不了那么远哦，这么快，那一个一个收好。盾好硬哦，已经延续破盾就比较尴尬。好，我们再去找那个火法师。理想的话是用弓箭，然后把这两个法师聚在一起。我觉得这个比可莉还可怕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个放大比较，这已经是战争级别，你知道吗？确实啊。好，传那个大日那边吧。中间的成熟锚点，然后往后掉。你下面是有一个水死图啊，但我们都用盐，所以算了，还是要试试看。好乱
乱，好乱。这画面实在是太……可以啊，好啊，那继续下，没有岩做不了的事情。行、啊，那如果要打的话，当然是岩元素啦。那两只其实是可以先放推不了的，来吧。アビスに使え。我看他跑到哪里去了？他怎么了？我起来行事哟！是不是爆了？超好笑哎、欸！跑到哪里去？他说两年了，终于有人想起我了。之前打这个随时都还有人被踢飞在，不是现在这个捷径蹲，多刀号完全踢飞不了。啊，好痛！好痛！死了，然后再传回去，这是摔死的吗？传回去那个传送锚点，传回去。这是怎么有个站着的？不用丢他，他等等会被我们收死，先让他多活一回。对，如果是先打水尺的话，那样子可以先略过，然后这时候那两只会过来，没事没事。请出自杀。其实带三个纳维亚还是挺有不大力的那种性质的，对、啊，感觉就来了。好，我们去往五点钟那边，四点钟那边，我们走。这边。要下去这个坑，这里面有隐藏的怪物。这边要下来。哦、这边是看到一只鱼飘过，看到一只鱼。对，主攻这边是隐藏的。三只狗后尾拿出，突然冒出来。哇，好亮的，来哪里是出口？好，我们往六点钟方向出来。这边有石，雷的跟斧头。好，那我们传大日的右边的传送锚点。我们这一次，哇，这是全凭记忆。下来吧，只要展开翅膀要小心一点。下面有一个雷火法师。大日那边，大日的上方，大日的上方，对对对。倒下去，过来。
这里建议是用倒气的翅膀。不要，要飞过去。刚好耶，刚好。对对对。哇，这有点意思。严大严。好，大日的左边撑点。剪进化，绝对可以剪进化。剪那个水洗的，那个飘移那个。好，然后往那个七点钟方向。哎，六点半钟，还是七点？六点半，六点半方。六点半。六点半在哪里？啊，下方向，下方向。到底是上还是下呢？就是下地。然后往下走，直接往下好，直接说小地图的上下左右，嗯，往下，这边还会有一次。继续往前，这次可以用传送锚点传过去，不过这边有一个煞门，有一些人会去。顺便出一下。这丘人最缺应该是那个羽士哈，那个叫风士，剑士。好难打，好难，好少、哦。好，右下右上角的撑点，右上角。这边有机器人，这边有1000块。保安师傅，大的机器人需要机器人，其他的小事都要机器人。左边有，也是还有个漏洞。我们往那什么来着？往深渊的方向，就是上面有个深渊，往左边，左边头上有个深渊，你们看到？对对对，大概那个方向，左下角，这边有隐藏的三只狗狗，三只。后悔出来了吧？哇，同步哎，这声音竟然同步。嗯，然后下面蜥蜴，然后长夜灵庙，长夜灵庙，往八点钟左下角那边，要下，下去，没有，快摔死了，啊，你摔死了。那差点，哎哦，怎么有三个萨满，还有一个？所以这时候，如果你有满命七七，就不怕了嘛。巴巴拉，巴巴拉。
我们要，应该是这里。对，这里那有三只狗狗隐藏的，有很多隐藏。你们那个，你们那个平安夜跟圣诞节有什么计划吗？今天待在家里飞。不行，外面太冷了，最近。等到完全出不了门，怎么？你们多少度呀？你们那边在外面，这里下来，这里很容易迷路啊！对对对，下来这里，然后那边有个牛头人，把他吸引过来，主要是把他吸引过来，吸引过来就好，吸引过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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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，因为我们要把这边有两个 boss， 我们要给他。可怜啊，他连跳都来不及，就是。真是火力轰炸！啊，好，再往里庙右下角。哇，抬头看好亮哦！哦，真的，跨年这是两集，你知道吗？说跨年好像可以用，你知道纳维亚鞭炮。我前阵子才跟我朋友聊起说，那你们跨年没有干嘛吧？然后他们就说也不能怎样啊。然后我就说不然你就开原神，然后拿消光开大好了。有啊，那个不够壮观。这个可以大家一起放，一起放才中。你们跨年都是有什么计划吗？是要去玩吗？还是在以前会好像现在不怎么想去济源了。哦，基本上，那你们今年呢？今年底有什么计划？但是没计划。对啊，没有计划，没有计划就最好。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台湾的时候跨年，就是在那个台北101嘛。哇，那个可怕的回忆。怎么了？跨年的时候很开心，跨完年之后就很可怜的，就堵塞啊，那个对，然后地铁都不能进啊，地铁站不能进啊，然后就走用走路的，走了差不多两三个捷运站，然后才可以坐，才能坐捷运，因为他已经全部挤在外面进不去了。我都是那种看到电视在直播是什么跨年的时候。对，我觉得经过那一次之后，我也是只想看电视，是吧？对，我觉得这足够了。外面真的，你看的东西跟我看的东西是一样的就可以了，对吧？蛇心之地下方。下方。对对对，下方。我等你，这边可以一个。把它引过来，引过来，要引过来，引过来，因为它跟下面有个牛头人要汇合，它会跳下来，它会开炮。我还找他呢，因为他死了。好，上来后，我们下去那个洞。上来后下去那个洞，对啊，洞口，你们想到什么？对，是的。好，然后老司机，怎么只有我一个打大的呢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支援一下。
突然间在游泳了，我都不知道。ご安心を。好了，我们再传上去，传回去那个蛇心之地，传上去，传上去。对对对。嗯，石头人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以为你怎么传上去是？我刚刚看，我刚刚看到，应该说传回去，然后传别的地方。对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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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好，我看到他了，看到他了。哪里？以后找不到就开炮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。这种信号弹啊，变成往下的信号弹。对呀，就是穿一件穿马来西亚的吧。看不到就用听的，应该那一处会有惨叫声，原魔的惨叫声。然后下来，大师要给他引过来，不理他吗？过来啊，嗯，理他吗？他那个要跳下去的，哦，上面有漏吗？没有擦掉吗？对，就那个敌人的球。没关系，直接解决他。我觉得你基本会这个手法应该一样，你是说这个两个一起手动是吗？哦，再传上去，右上角。这个使徒我们要不要就直接略过不屌他好了。这边这边往怎么说呢，右下角，右下角，右下角，哎，这是雷的，要打吗？就是不要理他。你在哪？啊，打一下。没使徒都很搞定的，这个小车。你在他的血没的使徒叫什么名字，他刚好有分别有剧情过了大家都忘记了。我只记得有一只火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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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把他引过来这边，下坡下坡，他们会下去吗？对，就是因为这边有一只闹单，我们在打这只闹单中的战争，对，就是那个巨怪的。对，收掉他们，我再回去找这三个。你看，三个就聚在一起了，基本上。他这样子轰不上，太喘了。对啊，这里是散弹枪，不过现实散弹枪基本上也确实是近战的。太远的话，这时就接近战了。可是那个夏沃雷应该比较远吧？嗯。他应该那个是狙击，他说是冲枪，就是比较像冲枪。你觉得冲枪也是像散弹枪，进进就完蛋了？这真的假的？那是散弹枪的类型。还有一个啦，那个算是最深渊下宫最后一个地方吧，就是这个是一个使徒。来想，
这是石头旁边还有一个山的。好像记得好感觉，但不行，它只是特效而已。它那个蛮炫的，它那个瞄准我感觉。我刚刚开大，前面一片白，被射到蓝光光啊！老实说，我已经有点看不到彼此多了。快乐跑好像不到。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。嗯 ，OK 啊，最后一个地方的话，算是分享吧，就已经不是原乡，是踏背沙那边。踏背沙算是 2.7 前啊，就觉得算是 CP 值最高的地方，因为那边有超多精英怪啊，就是踏背沙这个地方，算是最后的一个分享吧。这边踏背沙这个锚点，我之前还推荐我的观众说，哇，每天再怎么忙。也可以抽空来这边考虑一下，因为这边的资源还蛮多的，就一个点而已。你说这一条什么怪多呀？来吧，来就知道了。如果是漂浮灵的话，可以不是漂浮，因为我们这都是除魔拉的，因为他们除大地通常都是除魔拉的，除这都是除魔拉来的。我看到有人下落攻击，直接到底了。活着吗？我穿回去了。好，穿回去了。要等你吗？不要，你们可以先打。我就感觉怪怪的，为什么它下降那么快？死掉，因为太多奇形怪了，真的。再往前，哇，箱子全炸了。往哦，它还会自动炸箱子、哦。全自动。啊、嗯。让我想到那个弗林娜的自动，有时候真的，我不想要打那只怪，然后它一直让我，而且还好让扣。它一直去打那个锅，只不知道在打什么。好，再来前往算是最后一个区域，被判断为是可攻击对象了。判定锅子是危险的物品，所以就需要一点巨怪技巧，他把门引过来，这两个法师引过来，对，然后那里面也有一只、欸，这延迟有点怪怪的。来了我被他连拍两下。不是，我们有材料也相对的多。不是，我们有大炮。哈哈，大炮厉害。
好啦，以上呢就对这块区域啊，这块区域 CP 值还蛮高的，有很多精英怪。那须弥之后的我没有研究，须弥之后我就不知道了。对呀、啊，搬了一倍。须弥，须弥我只知道，须弥我只知道那个茶盒之座，茶盒之座那边有两个球球王对视的那个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只知道那个地方而已。我当初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，他们是要对决嘛，结果他们就是一直对视着，什么事都不做，等着我们来屠他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开火！这里可以玩很多招。我觉得这个比 F4 还可怕、啊。就都没有那个萨满嘛，那个萨满都是假的。他过来的时候就只有这两只大的嘛。被他们压扁了吗？那两只萨满都假的，只有那个两只。哎，对，那就这里啊，就分享到这里。土地路线，啊，感谢啦，感谢两位，对对对，感谢两位，谢谢阿光的带领。对对，你们素材应该也多了一点了。有，我刚刚看翻了一倍，那个又可以再生另外一把武器了。摩拉是真不缺，摩拉现在很不太缺了。摩拉你有多少？我一亿多，一亿一千万，一亿多，对啊，一亿多还出大地，对啊，所以我2.7后就没有再出了，因为我也不缺了。其实很多出地圈的，他们就算是出好玩，就跟朋友间像是这样，然后边聊然后边出，对，就边聊边出啊，时间是蛮快的嘛。可是现在有空应该会想玩。星穹铁道之后还有另外一个，对，因为早期还有个绝区兵在等着我们。主要是早期比较，早期也没有崩铁嘛，然后主要是对呀、啊，早期很长草，对，那时候还没有须弥哦，须弥瓦草森林树，对，早期比较长草，所以很多人除地圈就有了。精英怪的每天上限好像是400只嘛，小怪是2000，对，早期就很多人每天在那边边除边无聊。啊、不过现在能做的事情就太多了，就好像就比较没有人在出了，出地圈就比较少了。嗯，